主播最近真勤劳，当然了，主播就是这么勤劳的人啊。对呀、啊，嗯呐、啊，再卡就没办法了，再卡就不知道谁的问题。一个人卡可能是天选之人，一群人卡那就不一定了，是吧？实话，很敬业的，过来。Wow、然后他们两个男生是这个样子的，是这个样子的，不要演绎了吧，这样子抱在一起的，然后上面写着兄弟情啊，什么兄弟啊，哄我嘴里只能伸我老公的舌头，饼饼不行啊，正好我也不想活了。来那个双马尾，那个双马尾女人，我就是一个二技能，我没有，就是那个球没有丢到那个美人鱼身上，没有丢到那个美人鱼身上，她嘲讽我。每次我偷偷打的时候，她醒了，嗯，在干什么？嗯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请问你，在睡觉。嗯，她每次都会这个样子。H O T T O T O， 看到了吗？看到。看到。看到。H O T T O。OK。可以了，不要看弹幕啊！好，我知道是金子。我不会觉得这个下雨搞得我很烦，也不会有点这种感觉。我以前就是走这条路去，就是叫什么？海报有什么好看的？哎，这是干嘛呀？滚！哎，走开！可以去橱窗直接下单的。对，可以去橱窗直接下单了。嗯，看看我们的，登一下嘴兵吧。好，远古大师啊，来给你点个赞啊，点了。评论一下，小龙舟意见啊，可以接收。可以接收。感谢评书大老师啊，感谢白。我们周一见喽！今天新关注我们的朋友 ，Hello， 拜拜。